进入到简报的35页之后，我们的 WebDuno 它不止可以刚这样玩，它也可以朗读出来，也可以有音效的积木。那音效的积木或者朗读，它会透过什么？电脑的喇叭。好，电脑的喇叭哈，所以我们来试看看哦。在这边，你看我在这里啊，我贴一个这边拿过来，你加哈，钉在这里。好，大家来看一下，安内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按下 A， 按下 B， 我不止可以讲出来啊，希望它念出来。老师一看，这是什么颜色的？有没有看到跟这个颜色一样？这样可以吗？好，你透过颜色一样可以分辨它是属于放在哪里的。好，我就找这个音语音跟音效，点开，是不是有朗读？就从这边来咯，所以我可以把它念出来。哎，当你跑出笑脸的时候，我就跟请他帮我念出来。好，这是笑脸。然后你可以念中文、英文、日文都可以。好，那速度呢？音调也有尖的，好不好？尖锐的，对，速度比较快一点，比较慢一点。好，那一样，这个我就复制，拿到这边好了。跑马灯，把它复制起来，贴上。好，这个我们慢慢讲，这样 OK。好，马上来试一下喽，跑了一下。老师列，对，我忘记了。笑脸。哎，某香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啊，前面真的有亏啊。哎，有看还是关吗？好，再一次。笑脸。啊，有，只是比较小声。来，再一次哦。跑马灯。这样有了，对不对？笑脸。这样有没有简单？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刺激的，里面有音效好吗？有没有？噔！好，我们就来这边。你应该装耳机哦，你才听得到。啊，对，你们没有声音，跟我的状况不一样哦。好，这里有，啊，有打喷嚏，对不对？还有动物的声音，哎，你就可以像这样，它都是独立的哈。好，好的，来吧，哎，老鼠。我们今年龙没有龙的声音嘛，哈，大象好了，来执行一下，笑脸，有没有？这样有比较激动一点了。好，来换老师了。好，所以他在这一块呢，其实还不错啦，就搭配电脑，好，反正我们在电脑上执行嘛，那你就可以善用一下电脑的资源。